后来拿到公公受紀律的情况怎样啊，是不是很多 roadblock 你走不可以周围走啊，我都挺惨啊，被你的祖国害到我好痛苦啊，好啖好食啊，竟然要搞到自己买啲 grocery 翻嚟啊，我哋自己煮个嘢食下，因为好啖好食啊，好痛苦啊，你就好啦，啊，不嬲都系好懂得啊呢个节省嘅美德啊，啊食公仔面又功夫少又悭工啊，咁就又悭钱。雖然有些代價要甩頭髮啦，不過咧始終都係不失為一個慳錢的好方法嘛。啊，你咧可以遼寧啊，20,000人民仔、人民幣啊，人仔20,000啊，就可以買到間屋啊，你好恨一間屋嘅。啊，好過做啊無屋嘅納篤工啊。啊，不過依家你唔需要做納篤工，可以做埋納篤工工仲得啊，因為咧。知道自己的身世啦，一定系冇儿女送终嘅，真系痛苦啊！唉，搞到我咧，今日都要出去买啲嘢。哎呀，大晚杀啦！啊，商场啊，好多都要啊嚟到暂时休息啊，关闭啊，搞到我咧，快啲买少少嘢翻屋企。万一啊唔方便嘅时候，都可以自己煮翻餐食下啊嘛。吃翻啲啊，屋企飯都幾過癮下噶，我覺得搞下，亦都係多謝你嘅祖國啊，搞到呢個嘅肺炎全世界風行啊，好嘢，好嘢。